个舞龙舞狮，因为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他们都会叠两层楼，就觉得很有气势，好好酷的感觉。所以他们在叠两层楼，在旁边干嘛？尖叫拍手。正头吧。嗯，对，正头。对，它都很像那种国外的嘉年华一样。被朋友带坏，好玩吗？因为就跟抽烟一样，然后看到别人抽，就是有一种好奇心，觉得很可怕。嗯，看到他们牙齿，就觉得感觉他们很凶啊，很不好亲近的感觉。社会上都是这种东西都是比较负面的。其实它这种东西并不是不好，对。我就想把这种文化带来校园里面，然后让我们这些大学生可以多接触这块文化。我觉得不能把我们就归类成那些那种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兴趣啊。你想吃的时候你都怎么做？就舞狮啊，对，一直舞，一直舞。多久？啊？要多久？就一两个小时，对。这样就可以不吃了吗？就忘记了，忘记，然后很累，就不想动了。来，下去带，下去带，班长下去带。2、3、4。他们觉得参加这个就是很台啊，吃槟榔啊，抽那个喝酒、抽烟啊，打架，对吧？其实不是的，他就跟打篮球或是一些运动一样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休闲的运动，就有点运动阳光的感觉吧。比较威武帅气的那种感觉啊，对啊，因为觉得这个工作其实还比较又有那种带着那种尊重尊敬的心情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形象。他们去演出啊，然后也请他们做影片这样子，就会觉得其实还蛮得意的，因为比较特别，而且他们一出来就是很帅气，很神气。表演结束的时候，那是怎么样？就是观众给的掌声，对，很喜欢。你也是吗？就是其实他们其实都不坏，他们就是好孩子。我想要扭转那个社会对正头文化负面的刻板印象。就算剩一个人，还是会坚持下去。